2020新北欢乐耶诞城要开城了，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11月13号开城，欢乐一路延续到明年的1月3号。疫情戒备的同时，活动时间更长一点，点亮新北，陪伴大家。今年还有惊喜亮点，迪士尼经典童话故事都会出现在耶诞城。名单有，哇，千里奇缘、木耳奇遇记、小飞侠，孩子们最喜欢的小飞侠。侯友宜公布耶诞城亮点，迪士尼经典童话，再加上闪亮亮的灯区，加上装置艺术，也不只有市民广场一带，包括延伸到府中商圈，打造史上最大的耶诞灯区。而且这一次扩大的范围到我们的府中商圈，以及有48种不同的华丽灯光装置意识，所以完全跟前几年完全不一样。全球防疫形同锁国的年代，既然无法拜访全世界迪士尼游乐园，就到新北耶诞城感受充满耶诞欢乐气氛的迪士尼飨宴。记者林立吴志恒新北报道。